其实还是这是电视上，后来就在友台怎么发展的这么好？哦，对，有个杜德公司叫碰狗哟。我头天是先等着朱大哥，诸葛亮哦，啊，然后就在不嫌弃，那就拉我一把，就在他旁边这样巡回的全省表演。哎，新朱启这波料就跟他巡回的表演啊，嗯嗯嗯，哎啊，对我也蛮照顾的，朱大哥这样。啊，然后后来就又碰到我碰狗。啊，又过来啊！温师傅，我搁拄到一个，嘿，嘛是我恩公，嗯，嘿，啊嘛是安尼吼，搞我一路上安尼搞我照顾，啊个等着我身边的一些大哥拢对我足好的啦，嗯，安迪哥啦，吼，不是安太水哦，安迪哥，安公明弟弟，安迪哥，啊个黄西田黄大哥，哎呦，对我很照顾啊，真的是蛮顺利的，是啊，这几个人在演艺圈里面都很有耐心的，嗯。真有耐心，提拔很多人。我跟你讲，新人你若讲说对袂到，有当时有人着急的，啊，这啊，戆啊，都安尼无给人机会。是啊，这几个人都蛮有耐心的。对，而且都很有度量，可以尽量让你发挥，发挥，还会教你怎么演。嗯，所以我在他们身上呢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。是是，这么客气，你也是聪明伶俐了，才有办法。啊，没有啦，稍微点一下你就知影呢。稍微搞点一下，我就尴尬。我妈说。我就知影讲要安怎演，迄感尴尬就出来。重点甲点了，你就知影。是的，是，我还记得以前看到王彩华时候是台中联美歌厅。哦，台中联美歌厅，你那时候好红哦，你都是压轴的，我拢唱第一嘞，我头前嗨嗨摇一摇我就进去了。第一首歌穿了大礼服，第二首就很凉快了，哎，对，就脱掉了。那个时候你怎么讲？没有知名度，是啊，总是要让观众有一点看头。对对对，我记得，因为你还是喜欢金黄色的，哎，是啊，你今天脖子上掉了一条这金黄色这个，那时候当天我还记得看到你。有什么？有种轻轻欢喜，未来去又回。我一看，哎，这个女的唱的不错。探头一看，就是你。第二首我是蛮辛苦的。照来讲，唱歌为什么穿那么凉快？都无花抖一挡，只能无啊。一脱下来也是金黄色的三点式，订了很多亮片。对，看来都好假款，好假款。后来应有尽有，虽然小了一点，但是身材还是很均匀。想到你不是全部被给他拍。哎呦，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不要说我在看，你看我小，看不起我，所以你不搞我爬，看我小就不搞我爬。歌厅后台总会有一些人围视嘛，是啊，去当中那放票，放个奖槌，就是外面是放票嘛，嗯，所以黑狼也要有一点在栽地，也要有一点地头的那种，对吧？混量，混量，甲一寡迄个了解江湖，咱就卖安尼讲，就了解，小块有一点凶，有一点地。但是你在那边人穿来穿去，我都看到哇，这双那看到，哎呦，这旧头前黑啊，哇，身材真好啊那个，哎，在那段岁月中啊，对呀，你也知道这么多眼睛虎视眈眈，对呀对呀，我也好担心。那时候我还看到说，哎，这查囡仔，说不定没瓦固，我们就要称他瘦啊，还可以用爬起啊，你个哪有啊，无啦，那兄弟的太太拢来叫我瘦啊，你好，结果呢，拢无用爬起，无。就是上下班安尼啊，对啊，哦、我爸爸拢对调是上家搞怕啊，对，伯父常常上下班来接你，是啊，嗯，那这、啊、那这么说到今天有这个成就，还是真的自己奋斗出来的，那当然啊，哇，不简单，我这个人绝对不会说为了要去争取什么，然后不择手段啊，达到那个目的，我不会，我就笨笨的，人叫我去演我就去演，人叫我去唱我就去唱，人叫我谈我就谈，所以现在，你是咧叫我咧叫安怎啊？去谈呗。嗯，而且所以他这混到今天，保证是很纯洁的。对，今天还带了医生证明啊，修蛋条仔，然后 keep 就好了。没有了，我早就不是了啦。我们早跟他袂使，你讲我来给你圆回来。不是，是因为不要卡卡打架，多刮到底迄个干架横来的。不是，我今年是卡卡打架无。哦，安尼哦。骑脚踏车，以前因为以前，哎，我这个没讲。哦，因为脚踏车以前比较高嘛，比较高，那个囡仔爱哦。然后不是伊脚踏车管嘛，下跪。啊，中间有一支有无？哦，对，怀对。啊，因为那时候还小啊，那国小。主要拉落去啊，不是。对，脚个无够长，啊，车个大台。啊，你才从未去看内底都是。不是，你咧骑的时阵无说你要啥物咧困啊，无说你都一脚就先落来啊。哎呦，就惨叫一声是吧？所以阿爸莫骑伊路卡踏车，但你的锻炼时阵过来用，哇呼啊！我咧做寡语啊！哎妈，我袂讲啦，我这宣传出我以后要嫁人啊，我来嫁卡踏车咯。假的，只考这个执
是刹那间的机制而已。真正英雄厉害，除了朱祁唱歌演戏，这是演戏。演戏较厉害啦。哦。哎，什么型？什么演查某吼？全台湾上下都一样。哎，关键点快作秀，伊拢穿只红色的内裤咧演戏。所以彩华其实也演过很多戏。对啊。那俊拔不用讲，还后台当主任，对不？何秋的兼戴口兄弟，输了兄弟一种，所以今天好很好表现者。但是咱讲真实，咱那演戏好应该安排，安尼闹喜剧。哦、对啊，你拢安排，恁会晓去演的很好势。意思你要甲阮考了，对。当然，今日太多，但是太多迄种，嘛是先甲恁考。嗯。戏当然有一个角色啦，但是我甲贺大哥，阮的 OS 落来时阵，或者阮的口碑落来时，你着照阮的意思落去演。哦。三月我多无，啊无我多只卖三，落去楼卡领钱。那我可以吗？你讲咩？你讲讲哪安尼哦，真轻松啊！你安尼落去走啦。安尼三声咧，你安尼别胡啦。安尼今麦就开始咧吼。好，来，我们钻石短剧来开始。啊，各位听到这首歌曲《恨你不回头》，其实你们知影这一段非常感人。真实的爱情的故事，故事中的男主角是一位演导，又是大学毕业，今年只有25岁，康宏先生。这位康宏是一个事业失败，因某个地人造一个大波浪，伊就怨叹，这个世间是安尼，这么无公平的。伊就仰头向着天，看着涂骹，搁看着天，搁看着涂骹，搁看着天，伊搁看着涂骹，搁看着涂骹，看着天，看来看去。哎，这看一看，我看一摆了。哦，我想安尼够有感情安尼。是安尼讲啊。是是这个。伊看着天，形容伊就感觉真悲伤，人足怨叹的。跪落去涂骹，雄雄叫一句：“天啊！我若这歹命，结婚三工，无就对人走，搁对白卡起啦！啊，我足无面子了，即嘛剩我一个好家产，我讲有一个乖查某去啊！”日子不知道怎么过的啊，天啊，拜托拜托拜托你给我第二春好不好？这个时候他话说了就背起来了，背起来了他慢慢一步一步退到碰他的边啊。一个男人需要失败那种心情，听说吃金蕉配茶可以介绍到这种歹运，提出到一条金蕉，慢慢那个掰开，大家想想咧，干那安尼吃，感觉上敢无啥有意思，应该金蕉皮啊做伙做吃咧，所以一撮金蕉皮也甲剥落去了。你先吃看下好无？看下怎吃？本来你也想超过你安尼，总导演，你看，无啦，你吃金蕉对吧？我又不是狗，你当作我狗。这个时阵，伊摕着金蕉，佮阿做一步。嘿啊，我有只长就好啊。无啦，我食只济就好啊。哎，伊刚刚金蕉皮准备要等你笨手人的时阵，伊我甲讲啊，煞袂去买笨手人。等我袂食，请假了哈。我也做甜的。啊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巨富买的。伊刚刚怕算，将后边迄个金蕉佮食落去。金蕉皮想要等你，才感觉可惜。跪个等咧涂骹就好啊！哎，我阁想讲，查某囝未转来，阁去加班，人听人讲踩到金蕉皮会跋倒，无甲跋倒者甲试看嘛，免哪好耍。所以讲，要去行过去，要跋看下咧。哦，原来金蕉皮真正会跋倒。哎，就在这个时阵的同这个时间，伊的查某囝女主角王彩华已经伫大里门啊，喊一声。啊！你回来啦！喂！阿壮，你叫谁啊？对啊！
啊，不是伊转来，我看到伊足欢喜啊。对啊，啊足欢喜，我就来等你啊。无啦无啦，你这是咱是欢喜啊，你这都乞笑了才欢喜啊。不是，是只顾无咱啦，哎，咱一个都不是啦。你就听说你们来上节目哦，这个福利很好嘛。啊对啊，不然你领刚当文艺阿姨来巡，那怎么办啊？是讲哦，咱这导演要来演员讲者，咱咧浪的时阵，你头安尼。抱受雄，女主角雄看到惊到，你袂使跟你个抱安尼，安尼安尼这里。来来来来来来。说第一点，不够细腻啊！是是是，这导戏要细腻，就是我们对女孩子怎么？你去去去去，女孩子。咱对周围人袂得安尼啊！哎，小大姐，你还袂过去，我那有一种感觉幸运的，感觉有什么高调的感觉？不是，就我们要让人觉得我们很。还是输不难，你那鬼应该是安怎？现在这只有为游记，听说游记的游记，你也好贵。我咧唔知道你要想啥物，你啊，个一届都要好意思咧，你厉害，不是啊？你个歹人，你无黄宋江阿伯来怀念你啊？唔免啊，轻松较客气一点嘛。丢啦，没我好丢啊！你那咧怪羞爽啊！哦、你们两个讲了，哎，欧弟上前要排队啊！来来来，跟在边，等，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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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